北京豆汁儿。咽下去。我以为能咽下去，那个后劲直接上来了，眼泪都飙出来了。对，就是那个我们腌的那个咸菜缸，那个老坛酸菜，那个酸菜没洗，拿出来喝就那个味儿。哎呀，我们那个，我本来含到嘴巴感觉没啥味儿，然后我咽下去之后直接上头。高清红要挑战一下，不是还没挑战就失败了吗？加油，一口闷，一口干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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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是给高清红都抽出来表情包了。姐妹们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了，他们几个人去参加活动去了，走，咱就泡个酸辣粉吃吧。哎，这个好吃啊，有味儿。专门从家里边带过来的，你看看这个酸辣粉料还可足了，豆皮、花生米都有，好吃。我在家经常吃，晚上有时候当夜宵我也泡着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有味的很。哎，是吧？它的这个汤也好喝的很。哎呀，够味！就每次吃的时候，连粉带料都能吃得干干净净的。这个酸辣粉也挺好的，跟着俺到上海、到北京，从徐州吃到北京。那，它主要是携带方便，对吧？嗯。